跳到了呀？哎，大冬天谁不穿裤子？哎，你给我穿你的裤子嘞？你洗洗完了没有？洗洗完了，怎么上车走吗？咋了？咋了？你说咋了？我不知道咋了。一点组织性、纪律性都没有。这么一车人就等你一人，你少爷呀你？有点集体主义精神没有？你少扣帽子啊！哎，别吵了。迟到一会儿咋了？有没有耽误演出？没耽误我演出，你以为你演怎么样？你说演的，我觉得演好。你那火车叫，那他妈叫的什么呀？那是。我没有坐过火车，我不知道火车咋叫的。没坐过火车，你还没吃没吃过猪肉，你还没见过猪跑啊你？我见过猪哼哼。你没看过那火车司机的儿子？你没看过那铁道游击队？俺爸不是火车司机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不说了。开车。Thank you.